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个公路之王啊，挺容易的。刚开始我不忘记了，没忘记看公告了。像这个 WTV 的这个幻影对决的这个冰原，也蛮多。你像这个艾琳娜和兔美、大美都拿进来了，包括雷根啊这些。不过主力输出肯定是。兔妹呢？兔妹和这个艾琳娜，这艾琳娜其实蛮强的。啊，边打边说吧，刚开始没注意到，所以就没全成就，很容易啊，这个真的是容易。一出来还是把这个两个双抗叠一下，加个防御吧。这里的话，一样的，把雷属性附魔上，用全坦就好了。二回合直接圣骑士进攻啊，然后把雷属性附魔上，这里直接两个 LB 啊，三加三连啊，然后我这里选择三连，有幸抽到他了，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值得培养一下吧，可能有点用啊。要两个艾琳娜，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。直接又把他的驱魔去掉就行了。直接把他带走就行了。我感觉艾琳娜应该打了蛮多的，五个人也可以打这个 boss，不过很难，随便砍过劫财，是吧？我跟说了，艾琳娜打了蛮多吧，艾琳娜的伤害其实很高的。艾琳娜只要就是说攻魔 buff 都降得好，然后属抗啊什么，我觉得她其实伤害，然后把总杀堆好，艾琳娜就是这个总杀也得当堆上去了，我感觉蛮厉害的，伤害挺高的。好，这一期就到这里了。